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话说，挖唧唧挖年测拍摄特别节目。如果整蛊的话，你最想整蛊哪位挖唧的艺人同事？我最想整蛊 Swag， 因为他脾气好呀，不会生气啊。还是老虎。林墨和家园吧，林墨和家园，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整蛊一遍。I don't know。我以前我看到 Victor， 然后他有用那个大声功，谢谢。然后他说的是挖机要 burn， 然后我要用一样的方法，然后我要说 Victor burn you。整赞多应该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就知道吗？我们晚上的时候就是他在吃泡面，然后我就看到赞多的背影。我就知道我必须要用一个特别特别温和的方式去提醒他，我就走到他一定距离外，然后很小声说赞多，然后他说啊，他很容易被吓，对，他很容易被吓。然后我问他叫怎么样，他说下一次就是这样，你就发微信给他说赞多我要来了，叫你先出来就行了。我整不了他，我整他。格局打开知道吗？阴错晚写高清晨吧。哎，怎么这样呢？是什么？对，还可以这样。整蛊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，嘎了两个。嗯，龙总啊，你这么对啊？我龙总吧，丹妮女士。我们要不要玩这边的？掉。纷争开始了。哇，倒了。Lady Go。什么特殊啊？哎呦！哦呦！啊 ！Oh man, what is he doing？ 我就知道，看到没？你刚才有觉得奇怪吗？那椅子没坐到。这直接坐了。对啊，坐呀，坐呀，坐呀。就是放那个坐下去会。有声音的那个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太难了，来，不会炸吧？他不会炸吧？哦，这里啊？对，我以为是这里呢。还道具了是吗？好优美的旋律啊！这个节目是比较正经的那种吗？当然，我们可是正经节目组。挖唧唧挖扣糖大赛，盲选面前的铁盒，随机抽取序号一到五的工具，将图案完整抠出来即可。难度系数四颗星。然后你要选一个。选一个，然后呢？然后打开它。嗯。哦。我天，你这也太不圆了吧！这每个都是这么不圆的。这是你们自己在挖唧唧挖的锅里面做的。有问题啊！给我来个清明上河图。五号到五号，五个扣的工具，你想想几号？啊，四号。四号你要先。好呀。啊，就把这中间那个圆完整的扣出来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是某个韩剧里的。对，很严谨，某个。Lady Go。哦，碎了。扣出来了。啊，你这。救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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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好好吃，坏了吧？已经碎了，谢谢，再见。等一下，我应该可以用口水给它，可以用口水给它粘下来。哎呦，好难哦！用口水沾上。一到五号五个工具，哪一个是手？是能给钱是吗？那我这都已经碎了。这个也太难用了吧！这是我之前用的。我觉得道具不行，道具不行。对不起，它从中间裂开了，家人们。哎，我都不需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所以真的要抠吗？哎，我直接戳了吧，戳了一枪，我得了。我来亲了一个。我直接掰出去亲了，这是真的钱吗？这里面怎么可能有钱啊？
哦，真的是钱。有红包你就早过。再有钱有红包。再有钱有红包。来三，来一次。他以为是刀，小心哦。砸开就好。完了。BBQ 了，完了。一下就破了，还是他本来就破的？应该是本来就破的。那我换一个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不可能的，这个可以，这个。来，大力方便。现在还能见到人民币，可以啊。你们最难的是什么？货麻辣。Hello， 这个礼物我要定了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我这已经 over 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也被。什么？不见了。我正在。把球碰开了。哎呦，感恩两次，感恩把这好。哎，老弟，老年了，是吧？这是不能吃的呀、啊！我太难了。哇、哦！不输，稳了，我哥。我是最优秀的，因为我有兄弟们的爱。哎，我也吃饭。哇，好好吃啊！这边好好吃，你先尝一下。我不要。真的，真的，不骗。好好吃吧，那还可以。这是已经吃上了的小组，吃糖小组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停。不是，为什么大家吃了起来呢？就这。可不止这些，年测拍摄豪华套餐即将上线。但是镜头它肯定不能打，一关机马上打。我真年龄大了，姐，你饶了我行吗？你们想坑我？在哥哥面前这种东西，退下吧。下面进入我们斥巨资准备的整蛊环节。这是你想个词，然后当时画出来，然后我可能会让别人来猜。我们真的是没有其他玩的东西。来吧，画吧。哈哈哈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是那种电子，明白了。几年级了？三年级、四年级。那我猜吧，你画的是粉。哦，你电我！哦呦！哦哦哦哦！嗯啊！谁？我。我脑子怎么又被电到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要不要继续玩？好。哎，给冲！哎呦，什么呀？哎，我这边有没有很弱？我大概发现了，这有电啊！啊！别搞我，别搞我，别搞我，别搞我！不是，我刚刚以为是你，你往这边躲一躲，你都这种的。我不会说的。别摁了，我害怕。没有，其实是有感觉的。我在应承。我在应承。不可能，你敢吃？我好刺激啊！就是你怕我猜是假的，我比猜是真的。哦。你知道你在干嘛？真的挺有意思的，真的。你试一下。后面都没有电的吧？没有电，我就可以回来了。好，叠叠乐，这是叠高高的那种。哎，哇，倒了！啊，咱就不要拼那个，不要竖着，你知道吧？哦，不要竖着，你知道吧？认真，有点像在上香。Nice， 我们要用科学智取。
我不是啊，你这个东西这是啥呀？不是，你这个东西怎么我还得手动啊？哦，这不很简单？太简单了吧？比较个人，嗯，比较个人。我要一步一步往上。不行，我停就重来。18，这是我的年龄。没有没有。救我！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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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我！哎！他把我震倒了。现在的第一名是23层。23层，耶！冷皮子了，他可以这样吗？不能。哇，切出面积的，他自己拿多少个？20。现在几个？17，你在躲在第17。他们30层怎么落的呀？我的天哪！33层怎么弄出来的？是为了要凑这个吗？我觉得很创新，很好玩，也很有趣啊，非常的幽默，挺好的。感觉到你们有用心的在整蛊人家，整体的还行吧，在我这儿应该算一个，咱们就说一个大概，还不错，我觉得比去年好，真的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有待改善。